生灵涂炭的场景无时无刻不在上演，悲剧何时才能结束？这款奇卡二霸主的拓展 MODE 卡拉迪亚战争将给棋友们带来至暗战争的压迫感。贪婪的雇佣兵对城镇里的财富虎视眈眈，市民们都紧闭房门，人人自危，各怀鬼胎的新势力在战争的漩涡中互相角力，使得本就四分五裂的国家更为混乱，村民的归家旅途危机四伏，商队也难逃被洗劫的厄运。同时地图中会不定时生成一支摧毁一切的入侵大军，入侵大军不仅会掠夺国家财富，还会通过战争来增强自己的兵力，这将极大地提升游戏挑战性和随机性。新增大量的全新人物和多样有趣的剧情任务，让玩家在卡拉迪亚大陆中更能沉浸其中。全新的兵种树搭配着五花八门的装备，让人眼前一亮，棋友们心心念念的武器库也有扩展啦。没有这些强力的装备，在这乱世中可没有话语权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款 MOD 支持玩家对游戏内容进行 DIY， 自由度非常高，之前版本的一些问题也已经修复，让玩家的游戏体验更加流畅丝滑。棋友们是决定化身卡拉迪亚的末日骑士，还是渴望成为以战止战的英雄呢？以上是卡拉迪亚战争的简单介绍，详细内容和玩法可以在棋坦中文站网站首页进行查看。如果你想即刻游玩到这款模组，可以到棋坦中文站下载中心搜索卡拉迪亚战争免费进行下载哦。还有不会安装 MOD 的棋友们看这里，有详细的教程可以参考哦，按照步骤操作完就可以畅玩游戏啦。棋坎资讯抢先看，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关注站长微信公众号，或各大手机商店搜索棋坎中文站，下载棋坎中文站 APP， 第一时间了解更多 MOD 的内容与棋坎资讯。 Let's talking, more reading.